又走了，捕手接球之后传三，有机会哦 ，out， 哎呦，这个要不要看教练有没有要挑战？因为梅纳兹他们要看，对，那就赶快重播给他，技术委已经开始在那里等待，看看梅纳兹有没有死而复生的机会，技术委已经开始在等待看，梅纳兹第一时间反应似乎认为说他不知道是没被 take 到还是他快了一些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 不，这有可能是他进来之后还没有 take 到了，但这个角度当然看的不是很清楚。这个角度来看一下，好像没有 take 到，好像没有 take 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好像是没 take 到。第二个角度就是也很明显的。 就说有可能是梅纳兹他脚进去之后，结果还没有 take 到，对，还没有 take 到他身体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，球是先到了，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定格在这里 ，OK， 没有，对，确实没有 take 到，这个角度就非常清楚，确实没有 take 到。 那这个时候，你看梅纳兹他脚已经是踩在三垒垒包了。对。然后最后是有摸到，摸到他已经踩在三垒垒包了。当然，如果按照规定的哈，挑战成功的话呢，奇力珊瑚就还再保有挑战权，挑战的机会，就是最多就是两次了哈。但是你要挑战成功才有第二次，对，否则的话就是只有一次。 好，裁判现在已经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没有做判决？主审裁判在等。好，所以对奇力珊瑚来讲也是挑战成功。梅纳兹，这个表情真的蛮好玩的。他说：“你看吧，我就说吧。”